袂讲叫咱去做啥物工过，咱就是爱去做。我平时讲，咱若做做事，比如讲来问讲阿弟干嘛，我是讲，咱若讲，咱咧收银，收银头灯吼，那我就是真真正，互伊若讲有讲有工过要来做，我咱就是爱去做啦吼。这就是讲咱重视市民啊，人有面不敢问。有面不敢酸嘛，啊！咱若讲去承担着这个工作了后，咱若去做，就是有予咱了愿的机会，予咱学习的机会。哦，咱若讲其他人呢，就是讲，咱就是无这個、失去这迄落机会就对啦。所以讲哦，咱若有这迄落，人讲。文字有三份啊，为天命，吼，为大事，为性命言，吼，所以咱有机会着爱去承担，爱去经历，有经过一件代志吼，咱才会勇去提，吼，这着是咱来打拼啊。啊，即种，即之前着像啊，因着苏慧平，所以讲伊来做客。伊嘛是从这发挥时阵，伊就是兼伫这发挥内底，伊无家己讲伊是对迄个因素歹起来，但是人伊大多数嘛人有缘吼，伊会当来袂来去袂去的代志，拢会当了解，所以讲伊大家讲有多一份支持。之前，我也搭出来讲，伊是兵士兵来，啊，所以，哦，这回应来说，人问讲，你是将为师将，就是要人问讲吼，人讲爱低低气低气嘛吼，讲要予伊讲出来讲，兵士是安怎咧？迄个教导伊个弟子啦，即迄个之前伊就讲，上智慧大众自心观境，中道不悟不悟，对。即意思就是讲吼，平时拢教人坐禅嘛，吼，坐迄个，人讲坐禅就是要迄个参悟着即迄个真理嘛吼，但是。哦，即有伊黄大师伊个观点，就甲亲像大师无共，伊就当讲自心观清是一种病，毋是禅嘛。禅的意思就讲，要哪知？即禅语字吼，就是时单嘛，就是讲要哪知出着你一个物件，哦，迄个。当你有这正见、正知、正行啦吼，啊你吼，袂当去了外口遐，讲咧坐坐遐迄落想，就是想咱，甲咱吼都头壳咧想足侪物件相像，而且想结果无路用啦。因为讲咱若讲要去台北，咱若啊我要来台北呢，伊若无提出着实际。迄落，伊实际的情况，去买车票还是开车去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去到台北，哇，那就是去到台北就对了吼。所以讲，今咱进这阵吼，在这日常生活，咧是，咱是咧想伊，在日常生活之间，反正我们今咱定多坐吼，无事哦，我拢想去拍拼吼。安尼哈，无迄效果出来就对啦。吼，也是讲，咱修行就是讲，要咱健康认知。咱若若这种伫遐坐的话吼，人坐了就得，也是当去坐啦。所以真正来，我伫咱来迄落，去迄落，吼，去度人，吼，去心宽就心，吼，啊去上班啦。来迄落，鼓励这，吼、哦，
到到毋是一种个病啊。有当人讲，拢伫厝内底看电视吼，迄个是真正是一种个病就对啦。所以，伊在讲一句话，讲生来无做主哦，死去无辅助，一句臭骨头何为人功课？哦，这也难讲。咱虽然有这个肉体，虽然是一个假体，但是有一个真我伫内底。哦，这真我啊，伫个死了后，离开咱个身躯，哦，咱个身躯就是拢无作用就对啦。啊，咱何故哦，在这一本书之前哦，咱来当。到底是要哪去迄落脱离这生死的轮回？哦，这就
心头的是这安尼嘛吼。啊，咱若讲袂当去了解，毋知影路要安怎行，方便咱是爱请示着咱这许前天者，还是请示着咱的监管师，哦，是啊，咱哦会当咱指引，哦指引着咱一条一条许天路。安尼哦，咱会当照着这条路去行，袂咱就哪会当脱离这个生死的迄个轮回。所以，做迄个慧能大师，伊就问做迄个智信讲，医师教是学人改变规划，然后吼，恁师傅到底讲这改变规划？形象如何？就是讲，要安怎去做这迄落界定规啦吼？这之前个，为大师先在讲，先大师伊讲，自我独作，人为界，众生方面人为规，自尽以义人为经。哦，这就是讲，因师父就是用这个方法互伊去做啦吼。当然。这样啊，我们下当做到安尼吼，就是已经是吼，马虎达到一个水准啊。咱啊，我们下当自我无阻，就是讲，咱吼用一个迄落，一个盖世底下，这盖世就是讲要人去遵守嘛吼，这个。哦，像咱这个迄落，比如讲咱这个交通规则，这个交通规则就是讲，这个红灯，你就袂当行，还是讲你爱遵守着这个迄落法令，你若来遵守，你就对你有一个迄落保护啦，这个就是变安尼，互你叫放起来，安尼哦，咱的心嘛放放。咱的心，若无要去呾做这物件话，迄家对咱来讲，这法律来讲，像咱人拢无去做歹代志，这法律来讲，对咱来讲吼，是拢无作用落去啦吼。自身后面人为灰，自尽以义人为经。这个是这个，这是就来说，在大人这电视讲这概念规嘛吼，这迄落，慧能大师就讲，秘书所传这概念规是不可思议，讲你还当照咱做，会当达到这迄落，真好的效果啦吼，但是。是讲，无所见解认为有变大。伊安尼讲个话，讲即之前伊会搁，会搁人解认为干一种，较好就做一种嘛。当然，咱若咧学外个时阵，咱若听讲无法解认为一种个法门但是。这慧能大师讲，慧能大师讲，秘书改电话接待新人，五改电话接对上人，新人五改不同电流提示。或者哦，咱每一个人收银头刀，要来收银头刀的语言拢无同款。有人台经起的人，咱有着秘书一指，咱当下就知影要哪去。当下就会当深刻熟悉，但是有个人经过一段时间，慢慢仔去来修持，伊嘛是会当去落来深刻熟悉，来去落参悟着这修办的行规。所以讲，每一个人所体悟、所了解无同款啊，所以讲咱这烦恼。
你讲。
所结合嘛，